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报恩讲堂，我们将介绍一系列的学佛常识，同修进讲堂来参学，不管是初学、老修，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学过佛的，为什么我们要从最初说起呢？学佛如同在学校读书一样啊！你看我们在学校上课，你一定是启蒙班啊，小学、中学、大学，我没有说啊，我一下就升到大学班去。这学佛跟求知识一样，你在求知也好，你在修行也好，通通都得循次渐进，按部就班。这是对我们一般学生而言，除非今天你是特殊的啊。什么叫特殊呢？你是菩萨再来的啊，这个情况特别，你可以不用小学，不用中学啊，你一下就跳到大学去啊，这个行。何以见得我们都是一般的呢？诸位问问自己，你烦恼习气断了吗？还有烦恼习气？这一生我们自己仍然被自己的贪嗔痴习气欲望所控制的话，那就明白的知道了，我不是再来人，我不是那些所谓特殊状况的，我是道道地地的六道生死凡夫，那一般的学生。那既然是一般的学生，就应当接受佛陀循次渐进一般的教学。所以讲堂接着我们的课程，就是从最初的根本，从最初的根本先给我们奠定正确的知见，也就是你还没有正式进入佛法以前啊，还不知道什么叫修行学佛，先对佛法、对佛教，先要有正确的知见，这个重要啊。知见错了，你后头学的佛法也通通都错了。你说师父，错一点点应该没什么关系吧？错了。所谓讲开始的时候啊，你刚刚一开始
你对佛法的看法啊错一点点。啊，差之毫厘，毫厘这是一点点而已。修行到最后呢，那个差别失之千里啊。所以诸位，学佛第一桩事情，你真正对佛法要有正确的认识。在座诸位，有不学佛的，有初学佛的，甚至有老修，我们的对佛法的知见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尽的。我们这讲堂的课程，一堂一堂你听下去的话，那你自己给自己印证，你对佛法的认知啊，你以前所知道的佛法是对的吗？你所修行的法门，像我们都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的，你这佛念对了吗？那你就能够明白地看出自己知见的偏差，自己在修法上的偏差。这是讲堂接着一系列的课程。那么从今天这一堂课起，在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课程，我先播几堂课的时间给大家解释。因为每一次听经一开始，我们都三称本师圣号，然后念开经偈，讲完经了我们又念回向偈。啊，本来这两个课程啊是在后头的。啊，但是我想了想，把它挪到前面来介绍。因为天天每一次都念嘛。啊，等到后面才了解的话，哎呀，原来我前面都错了。所以我先把开经偈跟回向偈这两堂课呢把它挪到前面来，先让大家认识开经偈的意思，回向偈的意思，啊，然后我们才正式进入我们的课程。啊，这个荧幕上，我们看，你看，开经偈前，或者平时我们诵经前，一定先三称本师圣号。那么我解释给大家听听，跟你自己所认知的做个对照。为什么我们先要三称本师圣号呢？有人说，这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我还没有念释迦牟尼佛的经之前，我就先称他老人家的名号三遍。啊，意思是告诉释迦牟尼佛，我的开始要念经给你听啦。啊，我曾经就听人家这样的介绍。我说这彻底的错了。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没错，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了经之后，今天你要念经，你念给谁听啊？我念经念给释迦牟尼佛听，
佛还要听你念经干什么呀？啊，诸位记住，念经、念佛、做早晚功课，那是念给自己听的呀，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呀。那既然是念给我自己听的，为什么还要三称本师圣号呢？有两个意义。第一，尊重故，表尊师重道。经是老师给我说的，今天我要念老师讲的这个经啊，我感念老师对我的教导，所以我至诚恭敬的三称老师的名号啊，这是第一，尊重。第二，提醒。你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不是念给他老人家听啊，念给谁听啊？念给我们自己听。我们为什么还要听释迦牟尼佛的佛号呢？因为老师的名号里头具备了教学，是自己念老师的名号，听到老师的名号，提醒我自己呀。佛法是教育啊，你进到佛门来跟本师释迦牟尼佛学，老师教导我们这班学生，我们学的是什么？本师释迦牟尼佛对我们这些学生，他期望的是什么？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诸位，你到哪去学？你学什么呀？就好像你到学校去读书一样。啊，我进小学，我的目的，至少我知道，我要能小学毕业。你一进中学进大学，目的不过是考好成绩拿好文凭吗？这是我们的目标。那今天你到佛门来学，学什么？你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你的修学就盲修瞎练啊，像无头苍蝇一样的啊！人家说这个好你就去，人家说那个好你又去了。诸位看看，我们这一生进佛门修学不都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进佛门来，我跟老师学什么，那么我们就要从这三称本师名号里头了解这个意义啊。我们从南无这两个字看起，南无是梵文，翻成我们中文，归命、归依这个意思啊。所以南无本师，意思就是我今天一心一意的依赖着老师你。所谓一心一意，我这个学生，我是以满分的真诚心、恭敬心跟老师学，这叫南无。所以学生跟老师学法，第一个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恭敬心，求法的心。
我对老师有满分的恭敬心，这叫南无。我对法有满分的希求的心，这叫南无的意思。啊，所以南无两个字就是提醒我，我要一心归命啊，我要以真诚正法的心听老师的教导，跟着老师学，这叫南无。南无谁呢？本师。我们称释迦牟尼佛叫根本的老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叫根本的老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传授给我们的佛法是根本。根本是什么呢？让我们恢复到本来。啊，这在佛法里头讲。啊，我们今天在六道里头轮回，我们已经迷路了，不懂得回家了。而本师开导的教学是指一条路，让我们依着这一条路子走，走到回家的路。我们的家在哪儿呢？我们的家在一真法界，那才叫我们的老家。对我们念佛同学来说，我们的家在西方极乐世界。六道轮回，我们是出来旅行的呀，暂时在这六道里头做客。久着久着，我们连回家的路都忘了。而这个老师呢，他真正把我们之所以迷失在这六道里头的原因给我们说明白。啊，你是怎么来的？啊，来了之后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啊，将来你死了以后你又到哪儿去啊？佛把这六道的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让我们明白这事实真相之后，特别给我们点醒。啊，你看到没有？三途恶道的那种苦。明白了，觉悟了，害怕了。然后就会问老师，老师啊，我能不能不要去这个三途恶道啊？你看那个地狱恶鬼畜生，那真的叫苦不堪言啊，我能不能不去呢？老师，你有什么方法教导我，让我不用在这个六道里头轮回呢？老师要遇到这样根性的学生，他就把出离六道的方法教导给我们。啊，教我们你怎么去修行。通过修行，通过放下烦恼，放下习气，让我们最终达到生死自在，不再受自己六道轮回业力的牵引，那么你就摆脱六道。出了这六道之后，老师这个时候才给我们讲真话。你这个修行还没有成就。为什么呢？你是出离六道了。你回过头来看看，看什么？你看，六道里头还有多少跟你有缘的这些恩爱眷属啊？你看我们过去生
啊，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这些亲朋好友、同参道友，啊，他们还在六道里头轮回呀。你忍心让他们受苦受难吗？哎呀，回过头来看看这些跟我们亲的不得了的这些亲人，你不忍心让他们也在六道里头轮回，我要帮他。这个时候你发起菩萨的心，那你那个时候你就是菩萨了，你就回过头来在六道里头帮老师接引这些苦难众生，要把这些众生呢、啊、都带出六道轮回啊！我们念佛，通通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去到极乐世界，老师告诉你，你想救你的亲人啊，六道里头那么多的有缘人，唯有到你成佛，你才能真正度他们。所以老师的这个学校，老师给你讲，我今天成佛了，你是我的学生，但是我告诉你，你学佛将来你也修得跟我一样成佛。所以我们从最初的那个苦难众生遇到佛法，学佛了，修行了，佛告诉我们，最后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期望就是你要修得跟老师一样，圆成佛道啊。等于是在我们人生里头你走到最高的境界。那么这些事实都是当初这个根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所以我们称他为本师。我们佛门里头所有的佛弟子，无论出家在家，一开始我们先受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皈依里头，记住，我们的皈依老师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你不是皈依某一个法师。如果你说啊，我皈依是某某法师，你错了。你没有皈依。这一点三皈依的同学要清楚明白，无论出家在家，我们的皈依师只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那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出家，我们的皈依师父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你们在家，你们的皈依师父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这就对。某某法师呢？某某法师是你那一次皈依的见证老师，你不是皈依他，他站在旁边给你做证明，证明你某年某月某日，你拜本师释迦牟尼佛做老师，这就对。如果你说我是皈依某某法师，我告诉你，你修行的路子错了。大家要把这个持见观念纠正过来，是皈依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才叫皈依三宝啊。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老师，他一生的教学是什么？我们学生跟着这个老师学，我们学什么呢？从老师的名号，每念一声释迦牟尼，就是提醒自己一次啊。释迦牟尼
都是梵文。释迦能人，牟尼极尽，能人就是慈悲的意思，极尽就是清净的意思。所以每念一声释迦牟尼，就是提醒老师对我的教学，希望我们修慈悲心释迦，修清净心牟尼。这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导的目标方向。那么老师为什么用这两个课程教导我们呢？看看我们今天六道凡夫，我们六道凡夫今天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第一个，自私自利，拔一毛利天下，不远矣。你看我们凡夫起心动念，哪一个念头不是我啊？你有好处的时候，你会说忘了我，然后把好处送给别人吗？不可能。第一个有好处想到我，想到我了之后，想到我的家人。那家人想完了，哎，可能还有一些跟我远好的这些啊，你不认识的呢？我不认识的，我可管他这什么呢？所以，凡夫啊，那个心量特别小啊，心量小啊，问题就来了，就变成自己一生的行为自私自利，只想着自己。每一个人都想着自己啊啊，为了一点点的利益就起冲突了，啊，总希望自己分到的蛋糕比较多一些。那你看后头，啊，从最初的竞争，啊，到斗争，到战争，这个世界为什么会乱呢？一个族群为什么不和呢？一个家庭，啊，兄弟姐妹同样是一个父母所生的，那是很血缘很亲啊，为什么也像仇人一样呢？自私自利啊。那你说这个世界还能和吗？为了自私自利，你说我们凡夫造了多少的罪业？所以佛看到我们六道凡夫第一个大毛病，心量太小。第二个呢，烦恼太多。我们都是其他道来投轮回来投胎的啊，过去生造的业，过去所累积的这些贪嗔痴慢烦恼习气，所谓讲的每一次轮回投胎叫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那一生的业力就跟着又来投胎了。所以我们贪嗔痴不用人家教你，与生俱来啊，从你一明白事情就离不开烦恼习气啊，一有烦恼一习气重，外头的境界一诱惑，你的内心的烦恼习气命令你的身口去造杀盗淫妄的罪业啊，造了业呢就有果报啊，果报是什么呢？三途恶道，地狱恶鬼出生啊！所以佛就是看到，哎呀，你要
被自己的烦恼所控制，如果堕到六道去的话，堕到三恶道去，时间又那么长，你什么时候能够出离六道啊？跟着老师学，老师就是要我们离苦得乐啊。老师把六道的原因给我们说明白，然后叫我们知苦，知道这个苦。修行要离开这个苦，离开六道。六道的因是什么呢？自私自利，跟自己的烦恼习气太重。所以释迦牟尼老师打的这个名号，你每念一句释迦牟尼佛，就是提醒自己，我今天皈依你了，我拜你做老师了，那么我有没有学你的这个释迦法门，有没有学你的这个牟尼法门呢？那就是问问自己，我学佛了以后，我心量有没有越来越大？我的烦恼习气啊，我的贪嗔痴慢有没有越来越少？所以你念释迦牟尼佛是提醒自己，不是念给他听啊，他才不要听你念啊。所以要明白这个意思，佛是你道德修行修到究竟圆满，就叫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句句字字都是教学啊，都是引导我们做这些做学生的有一个修行的目标，有一个修行的方法。所以在每一次听经前，以尊敬的心善称本师圣号，感恩，再以尊敬的心善称本师圣号，提醒自己，今天你做学生的没有人提醒你啦，不再是像小孩像小学生一样父母老师天天拿着藤鞭在旁边打你逼你做功课，那是小孩啊。咱们今天在佛门修学，谁敢逼你呢？不要说父母父母甚至有的自己都没学佛呀，你就算进到佛门来，今天师父也不敢逼你呀，把你逼得太急了，你说师父再见，我不学还不行吗？所以今天我们做学生的真的叫可怜，你找不到一个好老师，说天天在你旁边唠唠叨叨，哎呀，你怎么还没修啊？你怎么还没学啊？佛呢？佛也不紧张。道理我讲给你听了，你爱学学，你不学拉倒。你喜欢轮回，你就继续去轮回吧。所以只有自己爱自己，只有自己提醒自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也一样，念阿弥陀佛也是自己提醒自己。因为阿弥陀佛的教学跟释迦牟尼佛的教学一样，阿弥陀佛翻成中文，一个叫无量光，一个叫无量寿。无量光就是无量的智慧，无量寿就是无量的福德。无量的智慧就是清净心，无量的福德就是大慈悲心。你看，释迦牟尼佛的教学跟我们本师一样。所以你今天修清净心，修慈悲心，到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遇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同样叫我们修清净心，修慈悲心，没有改变，
一直到你圆满成佛。这时念佛善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的意义啊，以后不要再说我念给他听了，他不要听了，那你才知道我今天学的佛法是教育，不是拜拜，不是宗教的佛教。师本师释迦牟尼佛对我们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个课题会在我们的课程里头介绍。那么大略的把这三称本师圣号它的意思啊，跟它的用意为大家介绍啊。那么接着开经偈，开经偈啊，这四句不是佛经里头有的，后人加进去的。谁加进去的呢？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啊，这个相信大家看戏啊都会认识她啊，不认识她的人也太少了啊。武则天皇帝他是学佛的，在他那个时候，印度传来的经典经过高僧大德的翻译，翻出了最重要的一部经《大放广佛华严经》啊。这一部经啊，在我们佛教里头称为经中之王啊，王就是最好的啊。我们中国的华严经总共有三本啊，在武则天之前啊，晋朝时候就翻出了一部华严经，但是不完整啊，只有60卷，成为60华严。武则天看了啊，不满意。到他那个时代第二次的翻译叫80卷的华严啊，比较完备啊。后来呢，这武则天以后啊，第三次的翻译呢叫40卷的华严啊。那么武则天看这80卷的华严看得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他给这一部华严经提了一首偈啊，偈啊就好像我们中国的诗歌一样啊，就是这四句话：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四句话是武则天说的，不是佛经里头的啊。他提了这四句话来赞叹80华严。后来的祖师大德看到皇帝的这一首开经偈，简直是用最简单的四句话就把释迦牟尼佛的佛法赞叹尽了。就这四句话里头直接的引导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学佛。所以后来的祖师大德干脆就把这开经偈四句话作为一切经的开首。那等于是我们要读某一部经之前呢，一定会先念这四句开经偈啊。这真正是把佛的经法赞叹到极处。
从唐朝一直到今天，你看，没有人说，哎呀，我觉得这四句讲得还不够好啊，我有另外的四句啊来代替它，没有。那你可想而知，武则天皇帝的这四句开经偈，他的道理讲得有多好啊。那如果你念经的时候就这样的念过去，好像唱歌一样，那就太可惜了。一定要明白他的道理。前面两句是赞叹佛法的殊胜，是感叹能遇到佛法的难。你看他的第一句话，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没有比他更好的，叫无上。甚深，义理很深。啊，这个义理深，因为像我们学校一样嘛，不同根性，你就有不同的教学。而这个身呢，它真正是把佛法里头根本的意思给说出来。在座诸位，你今天开始学佛，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你们佛教大藏经经典很多，你读过没有？诸位，可能我们现代人真的没有一个人把大藏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算从头到尾念一遍也没用。为什么呢？念到后面前面的忘光了。那么人家再问你，你学佛，你知道你的老师在这一部大藏经里头讲什么吗？诸位，如果我们做学生的这一句话答不出来的话，那么人家会请示，人家会笑你，你迷信，你跟这个老师学，你都不知道这个老师教什么，你糊里糊涂就跟着他学，你怎么知道他对了呢？你看教科书里头什么道内容道理你都不知道啊！你们佛教那么多的经典，你看人家其他一部经就够了。这个至少我们要能回答得出来。我教大家回答，你说大藏经那么多，我是没有完全读过，但是这一部大藏经里头的纲领，那就是意思，我知道。那也就是他问的了，大藏经里头讲什么？你们读佛经，佛经里头讲什么？你回答他，佛经里头只讲一句话，四个字，叫诸法实相。所有一切的佛经就讲这一句话，诸法一切法，一切法里头包括世间法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叫世间法，六道轮回的法也叫世间法，出离的这个六道叫佛法啊，所以诸法就是不管是六道里头也好，六道以外也好，不管是人也好，不管是佛也好，通通叫做诸法，叫做一切法。实相，事实的真相。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留下了这大藏经，大藏经里头所要介绍的内容就是一切法里头的事实真相。
从物质讲到精神。物质从我们这个肉体开始，人怎么来的啊？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呀。来了之后将来到哪儿去？肉体以外的山河大地，这个宇宙，我们的地球，今天科学家给你讲，地球不过是宇宙里头的一粒小沙子。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我们了，经典里头讲的什么叫做十方国土，什么叫做3000大千世界啊。佛给我们介绍宇宙星系是怎么形成的，从最大的讲到最小，今天科学家要用显微镜来给我们证实啊，物质把它分解到最细，有所谓的电子粒子。在佛经里头给我们讲叫微尘。由这些电子粒子，他告诉我们他们之间都有力量。今天物理学家讲这一切叫波动。3000年前世尊给我们讲这叫念头在动。一切事项都是因缘和合生，金刚经里头给我们讲的一合相。今天3000年后科学越是发达，再把佛经拿来对照，今天科学所发表的言论不过是用来证实当年佛在经里头讲的道理而已啊。再讲到我们的精神，我们人啊，包括因果啊，同样是做人，为什么他长得好看我长得不好看啊？为什么同人都叫不同命呢？佛把这三世的业因果报给我们讲得非常详细。佛法绝对不承认是某人的创造。佛说这通通叫做因缘所生法。而且这个由因缘所生的法没有永恒存在。我说即是空。空是什么？空不是没有。空是这样，缘尽了它又分解了。人又生老病死，这个宇宙空间又沉住坏空，直无旷无又生住异灭。这今天科学家一条一条的证实。到我们精神上的，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知见，佛经里头有一门专门讲这门功课的唯识。真正是把这些分析的太详细了。所以今天这些所谓的这些读精神学的，他今天要能够看着佛经里头怎么分析我们的人性，那就真正帮助他们在证实自己的理论。这个叫一切法呀。
佛把这一切法的事实真相告诉我们。那么说他甚深，你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你听不懂。就好比你是小学生啊，你一直是小学知识，我要给你大学的课本，你说啊，这个很深。但是如果你境界提升的话呢，对你来讲不深。所以赞叹佛陀的法叫甚深啊，而且还是微妙。什么叫微妙呢？真正适合所有的人。不管你聪明的也好，你是笨的人也好，老的年轻的，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不分年龄，只要你肯相信，你肯按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方法去学，你都能得到你想得到的好处。这个真叫微妙啊。所以武则天皇帝一句话把49年的法赞叹无上甚深微妙这样的大法。可惜呀，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计算年，计算时间，我们用年月日。佛经里头计算时间最长的单位叫劫。劫不是劫难的意思，劫是计算时间单位。你要搞不清楚的话，你只要有一个概念，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长的我们都难以去想象。那么武则天她在这里说，像这样无上甚深的微妙佛法，我们呢，在百千万劫里头很难遇到一回。首先，想要遇到佛法，听懂佛法，你要得人生。六道里头，你看，三善道，虽然有天道，有人道，有阿修罗道，叫三善道。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那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不遇到佛法，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因为苦了嘛。三善道，也只有做人才真正能够遇到佛法，其他二道难呐。阿修罗福报很大，但是呢，习气也很重。嫉妒心很重，好胜心很重，所以他虽然福报很大，他不容易遇到佛法。那你说天人天道呢？天人福报比我们大，寿命比我们长，但是呢，享福的时候啊，把学佛给忘记了。所以佛讲富贵学道难啊，只有你做人，因为人一半一半，有苦有乐，但是你那个乐呢，不如天人。天人的乐是长久的啊，从他升天乐到什么时候呢？乐到他时间到啊。那我们人道的乐呢，叫什么呢？乐极生悲啊，乐一阵子，结果后头苦就来了。所以佛不怕你乐，你就去乐吧啊，乐到你没得乐了，你的苦就来了。但是苦极呢，苦极不会生乐啊，啊，苦的时候就继续苦下去啊。那么凡夫就是在苦的时候才想到
我为什么这么苦？我能不能不苦啊？啊，这个时候你就出离的心就升起来了。所以真正六道里头只有人道最容易学佛。佛告诉我们，你在这六道里头投胎呀，能够得到人生机会太少。佛经里头用一个比喻说，好比是一只瞎了眼睛的乌龟。这只乌龟生活在海里头啊，常年都沉在海底，每500年它才浮到海面上换一口气，然后又回到海底。下一次呢再等500年。而且还是瞎眼的乌龟哦。那么这一次500年遇到了。这瞎眼的乌龟呢浮到海面上，把头啊探出这个海面。他说这个时候海面上刚好飘来一块木板。木板中间有一个洞，那个洞口的大小啊，刚好这只乌龟的头它伸出这个海面，刚好穿过这个木板的洞。佛经比喻我们得人生的机会就好比这只瞎眼的乌龟遇到佛母，这个机会诸位是真的吗？没错，所谓讲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啊。今天你做人这一生一口气死了，诸位你到哪去？如果你说人死了以后还继续再来做人，佛经上告诉你，你这个叫邪见。人死了以后随着你一生造作的业力去投胎，什么人死了以后来生还能够再来做人呢？你认真守住五戒是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条你做到，不用做圆满，做到你将来才有机会再来投胎做人。这就是来生得人生的机会。做不到，因为其贪嗔痴造杀盗淫妄，你一口气死了，随业流转到哪去呢？先到三途二道去。你说为什么一定要三途二道去呢？因为你修了三途二道的因啊。我什么时候修啊？贪心变恶鬼，嗔恚心堕地狱，欲痴心做畜生。诸位，咱们哪一天不贪嗔痴？咱们哪一天不干杀盗淫妄啊？天天在造三恶道的业因，我们不知道，所以一断气，一口气不来，你要不能再来投胎做人，你不能求生极乐世界的话，那么你肯定到三恶道去。一到三恶道去，诸位啊，三途二道的时间太久了，再要一回来投胎做人，就是五则天此地说的百千万劫啊，做了人还没有担保遇到佛法。你说今天我们全世界六七十亿人口，你说有多少人知道佛法？有多少人学佛？学了佛的人有多少人是学到真的佛？这样扣七扣八的，真的你今天的人生还能遇到正法，还能遇到净土念佛法门，那真正叫做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诸位，你看这两句话，武则天皇帝他这个是真正佛学造诣很深的人，读了这华严经之后油然升起这种赞叹无上甚深微妙法。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芸芸众生，多少人能够珍惜这样好的佛法呢？所以他感叹这个法叫百千万劫难遭遇。
在座诸位，我们今天你能做人，能遇到佛法，真的稀有难得啊。难得归难得，遇到佛法之后，我能不能得到佛法里头的好处呢？所以皇帝后面的这两句话，他就教我们怎么样的在佛法里头应该怎么样的来学习啊。后面两句我们留着下一堂课再给大家报告，今天时间到啊，这一堂课我们报告到此地。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